我们来看看老师要平常怎么做自己的课程哦。那您先进到这个课程这边来，你要建立自己的，不管是群组或课程都可以，哦，都可以。那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有几种方法，哦，几种方法。一个呢是自己建立课程，你看我们上面这边有三个嘛，那左手边这两个就是自己建立的，或者你订阅别人或加入的。右手边发现就是别人免费的，已经公开，应该说公开的。所以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建什么课程，我先来找看看别人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家已经做好的？比如说我们看，哦，五项动物的觅食，我们有这个课是吗？教高年级的老师，有哟。好，假设这个你觉得嗯可能有，你就点进去。哎，假设这个您觉得 OK 的，你就可以按订阅，那这个就变成你的课程之一，你可以引用的教材之一，这样您了解吗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由我来整理的，可是别人整理好，我就借用一下，好，就借用一下就可以备课，好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我们就真的要自己做自己的咯，这样好的啦，好，我给老师几分钟时间，你看看有没有老师上面的课程不错的，你可以去找一下。好，那你可以用这样找，这里它有简单的基本分类，你会看到其实蛮多我的啦，好，蛮多我的。那这个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课程的部分哈，那你也可以按一下查看全部，里面就会显示比较多，再显示更多，有没有通通跑出来的？好，这个部分，所以先给老师先订阅几个，等一下我们再自己建立自己的。来，现在老师已经订阅了一些之后呢，那我怎么知道我订阅哪些？你可以从这边课程里面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分你自己建立的，或者是你订阅的课程？那现在大家都没有建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是没有，那订阅的课程就会显示在这里。所以如果你不要订了，也可以从这边退订，好，退订也可以。那这是一个，那群组的部分呢也是一样，你看我的群组点进来，我也不小心破百了嘛，对，我自己的群组啦，因为我上课我就会用一个，那所以加入的群组比较少，好，就像这样，他这边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当然如果老师您觉得您的东西很多的话，也可以试着加上分类，好，到底，哎，你看像我的啊，这是属于研习课程，是哪里课程，我就把它稍微分类一下，课程也可以哦。你看这边我有没有做分类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如果说您资料真的比较多了，就可以稍微分类一下比较 OK。 那预设各位的排列方式是用这样，那因为我资料比较多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清单的，我会看得比较清楚。你如果看到，哎，这里是锁头的，就表示什么？没有，这个是不开放的，就是我个人的资料我没有开放。那因为现在大家都用订阅的嘛，所以就是有公开，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多少人订阅，你自己的学习记录就在这里面，好，就在这里面，好，这是用订阅的方式。那现在如果想要自己做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咯，您可以从这里，有没有一个建立？从这边建立就可以的。当然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，也可以用汇入的，就是，哎，我的朋友他没有公开，但是他把他的这个资料汇给我的，就汇出来了，然后我可以拿他这个直接汇进去，就变你的，哦，所以看你，我们群组也可以这样做哦。所以一般像我平常在新的学习，我在备课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转过一轮了嘛，所以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吗？这样点进去，虽然这是群组的都一样，有没有汇出功能？汇出，你可以选择你要汇出哪些，通常我就是同学的名单我就不汇出，然后我就把它按下载，它就变成一个格式，是下载下来的，有没有在这里？那我现在呢就可以进到群组，课程也是一样的方法，有没有一个建立，就按汇入，然后就选择刚刚汇出来这个档案就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也就是说我不需要说啊，我重新再把那些什么任务啊全部都重做一次，不用啊，老师那个你已经做过的，以后就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怎么样补充增减教材就好了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轻松了？平常老师备课也是像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备课过的，你应该不会每年都打掉重做，那些都不是我的，从来不会啊，好，所以是像这样道理啊。那我们先从课程这边，
你看建立一个，从这边建一个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就是好，按一下建立。其实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难吗？凡事起头难。你现在看到我已经很多了，我也不是突然就有，因为我已经累积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，我会发现我后面的备课很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信手拈来全部都是我要的教材。可是呢，刚开始各位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就是你有一些东西可以透过刚刚像这种订阅的方式，也可以怎么样，像这样。那各位建好了这个课程之后，第一个动作不是马上就新增在这边，它有一个叫新增主题，这个主题有点类似目录的概念。好，目录的概念，也就是说我这边给您看一下，您看我在这个这个地方，好，免费设计素材好了哈，点进来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我里面有没有，有的是属于创用 CC 的这个目录下的，有的是属于图库资源的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所谓的主题就有点类似目录的概念，你至少要一个主题才能够新增进去哈。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，你有没有发现那页，就是因为你连一个主题都没有，所以这样是不行的哈。好，我就来这边，好，比如说这个是国语文的。您可以自己调整排序，有没有？像这样调整排序都可以。好，那这边至少增加一个之后，如果你右手边这个图片不满意，你可以按一下这里设定，有没有一个图片？你可以自己挑一个喜欢的，或自己上传。它的档案就是200×200。好，甚至你可以找到，我相信国小老师都知道什么叫共备嘛。比如说我找一个老师跟我一起负责这个课程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准备。这样也可以，好，这样也可以，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麻烦老师您先把这个先设定一下咯。